找我来是仔仔，啊，你甲安乐感情上好，啊，自细汉伊个甲你黏条条，啊，伊甲你吼，比我甲恁体爸感情搁较好，我就想要问你讲，啊，你对我安乐有啥物想法无？我甲安乐当作甲你小妹同款啦，先安尼问啊。所以意思是讲哦，我都病医嘛无当确定，这安乐目睭是会好啊袂好，啊，万不利呐，真正无当恢复，爱有一个人照顾伊啦。要照顾安乐的人，袂当是一个康复，这个人一定爱我对伊有信心。啊，这个人愿意顾伊，啊，安乐嘛欢喜啊。我咧想来想去吼，嘛只有一个人上适合，啊，迄个人就是你。我有讲过啊，我一定会照顾安乐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单纯敢若照顾伊尔，伊会感觉讲，伊是你的负担吗？所以哦，爱有名有分啦，毋是敢若兄妹关系尔。所以，自在，我希望你能带安乐，好不？这是孙女的意思啦。伊就坚持讲，我吼要拜托你答应。我是认为讲，这代志袂勉强一下，你若要答应答应，啊，无答应就卖个答应。这我袂影响你的判断啦。你是在讲啥话啦？你唔要替我苦劝，你想咧替妹仔失笑无啦？你啊！哎呀，妹仔是咱的查囝，你做菜也是咱的客囝。啊，因后半世人要咱过生活，当然是要尊重因的看法嘛。你袂当因为即摆妹仔有这个情形，你着后半世人拢要教主宰负责任这。就自私啊啦！我即马已经前无步，退无路啊！我明日等到我胃癌发生了，我才后悔吼，我啥物拢无做着啦！主宰，出去来！慢下，先讲。我太高兴啦！我实在做无来啦！你有好一个拜托答应我，跟我自私一摆话。你们还没有，出来！你想，你想要干嘛？好，你想要干？我答应你，我照顾安乐一世人。阿哥，是不是要结婚？你安排新婚？你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？你还要问我？你放心，不要连带想过。对不起，阿丽。好，兄弟们，干爹了，兄弟们，好啦。爸妈哥哥主宰哥哥，这是我最后想要对恁讲的话。原本是要用写的啦，啊，不过即马刚来当录音，我即马啥物拢无法度做，敢若有满腹的委屈。大刚心情拢足歹，是毋是会想袂开？我嘛毋知影，所以也是先把我想要讲的话留落，嘛算互恁一个交代。我知影，我毋是真捌代志，阁爱使上帝，也毋过好佳哉，恁心内有我，天公伯啊对我嘛真好，互我伫外口。洗一脸了后，阁会当倒来厝内底享受家庭的温暖。啊，不过人生总是会有让人失望的代志啊。拄才哥哥无要接受我的感情，我的目睭即摆又阁看无啊，我无想要拖累你，尤其是我的拄才哥哥。
我无想要甲伊绑伫我诶身躯边，一世人替我带路。我想了解伊啊，伊一定会安尼做。所以我想讲，是毋是我先离开，安尼恁大家较轻松，我心内嘛好过。我一世人上讨厌互人添麻烦啊，所以较规气的麻烦一概都好啊。啊？什么人？不好意思，就唔知嘅。手机啊，应该无歹伊吧？这些代志你不能受气啊！当然啊，我若是一直受气，我就正中他的下怀。你不叫伊出头，就是要和我气泼泼，我当然就要悄悄啊面对，剔除他的八条皱纹。心机就重了哦。你们看你哦，你吃醋的模样哦，佫有淡薄过嘴嘞。你免管我袂疼，想先想哦，你前某送你国外的房地，卖山望海，风水好，之前爱你不要出国，你佫七拖八散，即马倒好啊，等你死了后才出国，机票嘛免拿，佫会当代替旧情人的身躯边，你安尼嘛算是哦。世界风流，死个漂亮。哦，因为我要死，嘛都要死在你身躯边啊，跟我情无什么敌台啊。叫你搞公，人替你生一个囡仔，伊把青春拢给你啊，你敢拢袂怀念迄个时阵的日子？会啊，因为我要怀念哦，嘛是怀念我家己的青春少年，也搁我安尼一路打拼过来的人生，唔是怀念迄个人。啊！不过伊替你沈玉婷呢，你一定还是感觉无同款啊。对啊，所以讲我就感谢伊啊。又不过，烦你呢。那呢，咱嘛赶紧来生一个囡仔。是啊。你看，你过去哦，一直搞我们足侪对象的。啊，若是今嘛遐个对象拢回头来找你麻烦，你一定袂出面啊。啊，不过玉婷伊妈妈无同款啊。恁两个人有这个查某囝哦，恁的关系啊，永远拢有牵连，切嘛切袂断啊。那安尼，我嘛要家己有家己的囡仔，安尼甲你的关系就要断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所以你嘛想要变做我的前夫啊？哎，你嘛袂讲哦，我绝袂甲你离婚的。安尼就对啊，既然咱袂离婚，啊咱的关系就永远都切袂断啊，对吧？你无想要教我囡仔？当然想啊，你想一定会生啊。你也唔过哦，你即马是因为生气，因为哦要教我前夫比较，那呢无意思啊。阿辉的早晚拢爱生，是啥物理由生，跟我啥物关系？你真有关系啊啦！我已经去找过阮妈，我叫伊卖替我做借口来刁难你，嘛卖靠说伊是我亲生妈妈，就来破坏阮爸的幸福。交了咱一家伙的生活，真啊假啊？你真安尼甲伊讲哦？我之前就甲你讲，我无叫伊回来，是家己大主大意的，你着别要相信我。咱两个冤家哦，是咱家己厝内底的代志，咱会当家己解决。啊，阮妈若是要来西隆哦，无可能。
你放心啦，阮妈袂靠西我，唔管伊即个回来到底有啥物目的，无论徛伫你迄边。奶奶，我即马头痛到去，伊唔是你的亲妈妈吗？你无甲伊当作一家人哦？伊甲阮爸已经离婚啊，当然嘛唔是一家人，伊是美国人，甲咱无共款。只要你甲阮爸，也佮我，咱三人团结起来就 OK。那两个妈哦，就回哪边凉快哪边去了。你跟你妈的感情无好，我跟阮妈的感情根本就无亲，那有啥物好甲唔好啊？也够啦，你头拄仔讲你想要生一个囡仔，你俩准你生囡仔了后，伊就一定徛伫你迄边哦。你若是无好好照顾伊，伊的心嘛袂向你。就像我跟我妈同款，丽婷，歹势啦！我真正唔知影你甲你妈的感情这尼啊薄，我无先了解，就甲你冤，我甲你回失嘞。懂嘞。你莫用遐面看我，一看就知你同情我，我无需要。你的巴掌这尼啊宽，我就放心嘛。而且哦。你哪会这么古锥啊？我可是头一次看到为着小妈在亲妈妈的代志耶！你别误会，我是为着阮爸。虽然哦，你因为吃醋就要生囡仔这件代志，少幼稚的，但不过我看了少满意。感情这么重要啊？是真欢喜你这么要紧阮爸。恁爸这世人的感情路拢足袂顺的，也毋过看到伊为着你甲恁爸冤家，我就知影伊找着真爱啊！你当初是安怎甲你太太离婚的？你讲唔对啊！你才是我的太太，伊只是情妇，这袂当不唔对。求生欲很强哦。你到底是凊彩问问嘞，还是真正想要知影？是毋是想起较早会伤心、心会酸？敢需要我替你擦目屎啊？我著甲一般的人同款啦，做伙时阵讲也袂歹，时间一久，足自然就走入婚姻啦。结婚了无几年就有玉婷啊，我们跟计是讲结婚就是安尼，趁钱生囡仔，一天一天过就是一世人。像这样日子哪过哦，人得愈实际。后来我想法也都不同款啦。有几个朋友去美国发展了袂歹，搁摕着绿卡。所以有找我做一个美国找机会，我不同意啊。等于这件代志，我开始有计较。后来，伊也是过去啊。阿丽嘞，你敢要回应？应该安尼讲啦。每一个人拢有权利哦，去追求伊想要滴个生活。咱生活不同款，就袂做伙啊。但我甲伊婚姻出问题，唔是阮一两个人错误，因为伊婷失去妈妈的爱，就我嘛有责任。但是过去足久啊，婚这个已经无法度解释我甲伊的关系啊。你莫说，啊，我的答案你甲我满意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是我爱你陪我去美国，你敢袂去？袂，这是我的坚持，我袂改变。你若是改变完结，我就无欣赏啊。我真正无看唔到啦。